大家好，现在我们跟大家介绍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呢1911年成立，被誉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十大大学之一。它的学术排名呢也是世界享誉盛名的。QS 2022年世界大学排名里面，清华大学是第17位。泰晤士高等教育的2022年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是16位。2021年的 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清华大学的工程类专业化学工程、电器和电子工程呢是名列世界第一的。清华大学呢目前是有21个学院、59个院系，其中呢是有34个双一流的学科。咁博士点一级学科入边嘅博士点系有60个嘅，学生咧系有49000多人嘅。咁校区咧就系北京嘅海淀区，校园嘅面积大约系442万平方米，系唔包括附属医院嘅面积嘅。咁总嘅教学人员嘅咧系有15772位嘅，其中89位系院士。2836位咧系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嘅校训咧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咁清华大学咧系一直都系积极咁开展国际合作同埋呢个交流嘅活动，加强咗国际化嘅能力嘅建设，同一大批嘅世界知名嘅大学同埋机构咧系建立咗呢个战略伙伴嘅关系，咁喺全球重大嘅问题咧，系进行呢个学术研究、科技研发同埋决策嘅咨询。咁学校咧喺西雅图咧系成立咗呢个全球嘅创新学院，喺意大利嘅米兰成立咗呢个中意设计创新基地，喺智利嘅圣地牙哥咧系成立咗清华大学嘅拉美中心。在印尼的巴厘岛是成立了清华大学的东南亚中心。清华大学呢它是一间综合性的学府，经济学、管理学、法律学、医学、传播学、工学、理学、哲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等等呢都是一些优势的学科。学校的经济学、管理学科呢是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经济管理学院咧系最早获得呢个 AACSB 同埋 EQUIS 两大全球管理教育顶尖认证嘅中国内地嘅商学院，系世界著名财富杂志咧誉为系中国最好嘅商学院。校园生活方面，学校非常之注重培养学生嘅国际化能力。在校的国际学生是有3000多人的，来自全球的130个国家。在清华就读的期间，大部分的本科生都是可以去到世界各地的知名大学进行交流学习。清华大学的校园生活也是精彩丰富的，有266个学生社团。除此之外，清华的图书馆、教学楼、还有学生公寓、艺术博物馆、体育馆等等都是非常之丰富的，所以呢是学生在这里可以享受丰富的学习、生活和这个文化教育资源。清华大学的学费呢是每年5000元人民币，咁香港学生呢是免学费的，住宿费呢大约是每年900元人民币，生活费方面呢每个月大约是1500元的人民币。咁清华大学嘅 DSE 嘅入学要求咧，就系、是、要睇六科嘅中英数同埋通识，仲有两科选修科，每科都系要有4分嘅。咁至于边啲专业同埋课程系会招收香港嘅 DSE 学生咧，大家可以留意呢本招生指南嘅第45页，可以查询到嘅。咁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多谢各位。